接下来我是来卖山乡，卖八国小向教育部争取夏日落课计划，25号到28号举办走读卖山活动，带领学生行古道，认识在地传统文物。今仔日上午安排学童甲风之谷起烹场的负责人何武林互动，了解烹的习性、产业。有学童也分享卖阁使用农药的意见，以保护烹的生长环境甲产业。数十位梅北国小学童来到在地一次烹场，听出养蜂达人解释，了解烹菜回粉、菜皮的规定和步骤。它有两个胃，一个胃是消化的胃，一个胃是储存蜂蜜的蜜囊。蜂蜜它会储存在洞里面，然后经过他们蜜蜂哦，晚上他们还会把蜂蜜吃在肚子里面，把它的水分把它晾掉，然后再吐在蜂巢里面。这是梅北国小向教育部申请经费，在暑假举办夏令营，提供偏乡学童了解家己故乡的文化。25号到28号登场是夏日乐学走读梅山。夏日乐学的计划总共有160,000的经费。那在这个暑假当中，我们也积极规划了10-20个夏令活动。为期4天的走读梅山，全部以行路方式探访家乡。这是学校结合社区资源，带领学生走出教室，包括参访梅山文教基金会百年历史教堂、梅山农会农村文物馆、大千花卉兰园，并行准备报道。27号上午特别安排到风之谷养蜂场，由养蜂达人何武林和学童互动，也一一回答学童的疑问，也解释蜂王和蜂的生长差别。采花蜜的时候，它一只蜜蜂。要采集它的肚子，那蜜会满的话，大概要三十朵花以上，哦，它才会回来，出它的肚子一个蜜味，然后再回来再分泌出来，分泌出来在蜂巢里面哦储存啊，然后再经过数十次的反复动作。看那个蜜蜂飞来飞去，虽然我会觉得很害怕它会不会叮我，不过看它们自由自在的飞来飞去，我觉得很开心。然后我觉得大家不要再喷农药了，再继续喷下去，那个虽然蜂王可以生一天可以生1000多只的小宝宝，不过我们这样喷农药下去，总有一天蜜蜂也会灭绝的。那是根据我们嘉义县哈，我们的家教五站当中的认同力来规划，这个课程主要是以走读我们社区。那希望我们小朋友利用这个课程里面认识我们梅山的这个社区。梅北国小表示，结合文化、产业、宗教体验的走读梅山，让学生以行进方式锻炼体力，也了解农民心得，向土地致敬，向土地学习意涵。走读梅山，这是柯耀宏，梅山乡蔡宏博德。